要完成定点卷。全部都是趴在上面，全部都是你上面在这里。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. And two and three. 只有胯部运动跟你的身体方向。我没有看你的重心，每走一步之前，我再来想我的出脚。那我先要产生的功能是什么？把我的重心干嘛？给到我的注意点。我需要用腰力干嘛？产生拧转，我才能是一分。规律发出，明白？我想转身，我要让我的重心干嘛？放到前腿，放下去，我的前腿才能去拧转带动。我要放下去，我才能去干嘛？去推动它上。我要放下去，我才能干嘛？推动产生力量啊！如何完成定点卷？全部都是趴在上面，全部都是你上面在这里。And two and three， 只有胯部运动跟你的身体方向。我没有看你的重心，每走一步之前，我再来想我的出脚。那我先要产生的功能是什么？把我的重心干嘛？给到我的注意点。我需要用腰力干嘛？产生拧转，我才能是一分。规律发出。明白？我想去转身，我要让我的重心干嘛？放到前腿，放下去，我的前腿才能去拧转带动。我要放下去，我才能去干嘛？去推动它上。我要放下去，我才能干嘛？推动。